我是光光，你好，到了113年了，7月5号，松山红门大楼，6:50，抽牌的是二代尾牙卷了，88889887大吉时刻了，看到213的卷发都是没有压抑。那就要试一试说，对方在用眼线和瑞芳。这时候要上面就把眼线了。耶，我来试一试说，看我瑞芳。9322的，对方。开车门，再给我出分。我是三转888887，待机时刻聊一下看看。在窗外使用，然后第一次是次93号圈的，当地两组都给我了。OK， 我们这边就这样，拜拜。